尖叫好不好？好。可能现在灯也有点问题，我们影院帮把那个灯开一下好吗？保姆，你在哪？妈，你在哪儿？保姆，你在哪儿？来，然后再见，来，你再来，来，请，哎，你再来好吗？整个好，哎，爸爸，爸爸，不要妈妈，我会找人。工作人员可以给那个阿姨开条道，可以让阿姨再来。把他弄走。哎，小心点，哎，小心点，哎呦，别弄回来。让我去吧。别，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星宇，很高兴的来到汤唯的老家老乡跟你们见面。喂喂，有啊，这个我突然就不知道怎么说了，这都是亲朋好友，很开心到这里来，谢谢你们今天来，然后我也有点希望你们喜欢我们这个电影，还行吗？行，谢谢。肥妈你在哪儿？大小姐来，请大家这边坐。啊，有没有地方？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我妈也来了，我爸爸妈妈都在今天。不要，我就是在这呢。还有嫂子，对，好，啊，真的，还有应该是我的小学同学在里边，有吗？来，小学同学有在吗？我不知道在哪。示意一下，可以吗？因为真的很久没有见了，哎，突然灯又暗了，在哪儿？把灯打开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继续把话筒往下传，我占了太久的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婉婷，我是那个戏的导演。就已经准备很久，然后今天突然解除了，然后我松了一口气。然后因为之前其实一直他父亲说，你干脆你在那个真的仗打起来之前，你赶紧去中国吧，你就别回来了。好，我就跟他说欢迎，家已经准备好了。所以其实我很想说，是我发现真的无论是在哪个年代，只要碰上这种事情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就我们这个戏其实也是分开两地的一种恋情，然后就那一瞬间，就是只要战争发生，只要有一些困难发生，我觉得在这个面前，情都是一样的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你的问题你够多，让别人来回答一下好吗？谢谢你。